金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起义的势力非常多。刘秀究竟是凭借什么，最终平定天下，开创了东汉王朝呢？敬请关注江鹏品读《资治通鉴》第三部，《光武帝待人》。 刘秀虽然看起来没有太多过人之处，但却有做大事必须具备的素质。他待人宽厚，严于律己，深藏不露，这为他日后实现光武中兴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史书记载，刘秀从不恣意放纵，不惜奢侈，谦恭下士，能忍人所不能忍。不论失意还是得志，都是如此。 做人行事，他常显露出一种恢弘大度、平实谦和的气度。在平定四方的多年征战中，他注重安抚，不是屠戮，因此深得人心。刘秀重用知识分子，一时间麾下谋臣如云，将士如雨，最终成就了一番大业。那么，刘秀待人究竟还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故事呢？复旦大学江鹏副教授为您讲述。 江鹏品读《资治通鉴》第三部第三集，光武帝待人，敬请关注。刘秀这个人能够成功啊，除了上次咱们讲的他有远见、不贪图小利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，就是他待人接物的风格。刘秀待人的风格，我们可以总结成三点：第一，非常的真诚；第二，非常的谦和；第三，能够宽容。 这三点，关于这三点呢，我们各举一个事例予以说明。在王莽的末年啊，天下大乱，起义的势力非常多，力量呢也比较分散，名号很多。你如果要重新达到天下统一天下太平的这么一个程度的话，就需要有一个整合的过程。但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刘秀当然也整合了啊，也这个收服了。 不少的其他义军的势力，其中有一支军队，号称叫铜马军，活跃在当时的河北地区。但是这支军队呢，后来经营的不好，由于粮草匮乏，一开始呢逃遁啊，后来呢就跟其他的起义军联合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一共被刘秀击败过两次，后来干脆就投降刘秀了。有这么一支军队。那么对于这样一支。 新依附过来的、新投降过来的这么一支起义军呢，刘秀的一些老部下就对他们表示一种不信任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这样的军队啊，往往就是纪律比较散漫，军事素质也比较差，所以这些老部下就觉得啊，这样的军队能不能信任是一个问题。这样的一种猜忌，也使得。 新归附过来的、新投降过来的这些义军将领们啊，心里有不安。你看，我们投降过来了，别人不相信我们，这样的一种猜忌和不信任，很容易就引起双方的摩擦和矛盾。这个潜在的危险被刘秀察觉到了，他觉得这样不行，要使得双方啊能够相互信任，才能够团结在一起啊，才能够去做更大的事情。于是他就打算解决这个矛盾。 刘秀他察觉到，这些归降过来的这些起义军、这些将领们有这种不安、焦躁的情绪以后啊，做了一个部署，做了一个安排，说啊，你们都回去，回到自己的营盘上去，带领着你们自己的兵，啊，这个全副武装的，准备好，准备好干嘛呢？刘秀他说我要来视察，刘秀让他们啊，让这些起义军啊全副武装好了以后，自己呢。 却不做任何戒备，也没有带多少多少人啊，就穿的非常随便的，没有任何武装的戒备，就到这个阵营当中去巡查、去视察了。刘秀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就是表示啊，我对你是非常非常信任的。你看啊，你现在是刀枪剑戟布满了，我呢不做任何的准备，我就可以到你这儿来，我不担心你会对我有什么不利的举动，我不担心你会拿我怎么样，表示一种充分信任。 这么一来啊，所有的义军将领就感觉到呀，刘秀你看是如此的信任我们，这里就出现一个成语的典故。我们平常经常说啊，就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，人和人这个交心交的非常深，叫做推心置腹，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出来的。你看这些人，他纷纷的相互的谈论到说刘秀啊，推赤心智人腹中，把一颗赤诚的心。 啊，就是完全放到你的肚子里面去，就是完全交给你，请你放心，这么样的一种姿态。于是这些新投降过来的义军们就表示啊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个萧王非常信任我们，我们呢也应该听跟着他好好干，就听他的呗。啊，也不必要有什么其他的顾虑了，打消所有的顾虑。啊，我们讲第二个故事，就是关于刘秀待人谦和的故事。 那天下纷争之际，除了刘秀之外，还有好多其他的比较有实力的起义力量，比如说，其中有一支盘踞在我们今天四川一带，这个领袖名字叫公孙述，也是一支非常强的力量，非常有影响力的力量。而且啊，刘秀是在公元二十五年称帝的，就在这同一年，公孙述也称帝了。除了公孙述之外呢？ 另外，也有一支力量盘踞在啊，我们今天西北甘肃省境内这一带，以这个地方为根据地。这支力量，他的领袖人物呢，名字叫韦敖。韦敖属于哪一种代表呢？韦敖啊，他是属于当时啊，虽然自己没有称帝，但是呢，实力很强，在观望。公孙述称帝了，刘秀成称,称帝了啊，那到底是导向谁呢？该帮谁呢？ 要有一番选择啊，你也不能老是从头到尾的坐山观虎斗啊，对吧？你得做出一个选择来。如果你自己不想称帝的话，韦敖是这样的一种势力的一个代表。面对同时称帝的刘秀和公孙述，韦敖呢最终决定啊，要做一个选择，我到底是投靠谁？于是他派了一个人啊，这个人物啊也非常有名，在东汉历史上叫马援。 当时马援是在韦尧手下干事情，他就派这个马援啊，你啊，去观察一下，到公孙述那儿去观察一下，到刘秀那儿去观察一下，你帮我参谋参谋，看谁更能够成大事，谁更可靠。马援这个人物啊，说起来也是鼎鼎大名啊，在东汉初期，不仅仅自己是非常有才能的，是非常能干的，而且人脉啊也是非常的旺盛。 为什么韦敖会派马原去做这个事情呢？马原跟公孙述啊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私人关系，两个人啊曾经是老乡，而且是同学。所以韦敖觉得马原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人选，于是就派他先到公孙述那儿。当马原见到这个公孙述的时候，他看到了怎样一幅场景呢？这个史书上啊有这么一段话来描述。 公孙述当时接见马援时候的一个场景，史书上说啊，述圣臣必位，以言援路，交拜礼毕，使出旧馆，更谓援至都布单衣，交浪官关，会百官于宗庙，宗立旧交之位。述栾其毛计，紧闭旧车，盘折而入，理想官属甚盛,盛。 御寿园以封侯大将军位，这么一通复杂的描述，咱们简单的来说吧，就是当时公孙述接见马援的时候，这个礼节是非常复杂，也是非常隆重的，全副排场，百官毕集，还为这个马援制造了一制作了一些崭新的礼服啊，出席这个集会的一些礼服，招待马援的下属也是非常的热情。 而且啊，公孙述打算封马援为侯，拜他为大将军，就是打算把他留下来，让他留在四川，给他很高的官位。那么，当然用我们今天的话讲，这是一次非常高规格的接待了。于是啊，那些跟着马援一起来到四川的这些下属们，马援的下属们，看到，哎，你看这个公孙述对我们这个马将军非常好啊，非常看得起他，要封他为侯，留他做大将军。 啊，四川是个好地方嘛，对吧？啊，是非常适合于生活的地方。于是这些人就纷纷的劝马援说：“哎呀，那将军我们就留下来吧，我们就待在这儿吧。你看人家多么器重器重你呀。嗯”那么马援自己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？马援的一个决定出乎人们的预料，马援不以此为然，反而跟他的这些属下的观点恰恰相反。他以为这个四川。 不是久留之地，不能待在这里，何以见得？这是为什么？马原对他的手下说：“啊，天下雌雄未定，公孙不徒步走赢国事与图成败，反修饰蝙蝠，如偶人形，此子何足久居天下事乎？”马云说：“现在什么情形？天下雌雄未定，也就是还没有尘埃落定呢、啊。 究竟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。公孙述，你虽然自己称帝了，但是天下的人你都已经公认，你是铁板钉钉的皇帝了吗？现在你就搞这么大的排场啊，你也太妄自尊大，太自以为是了吧？所以透过这一幕，马援觉得公孙述不一定是一个能够成大事的人。所以，过了不久，马援啊就离开了四川。所以马援回来以后啊，就对这个韦敖说。 子阳井底蛙耳，而妄自尊大，不如专诣东方。马援对公孙述的评价是什么呢？说他是一个井底之蛙，不知天下英雄几何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妄自尊大，在老朋友面前也要摆皇帝的架子，非常虚。觉得这个人，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，所以马援说啊，倒不如我们还是去看看刘秀。 接着啊，韦瑶就派马援去见刘秀了。马援到了洛阳，进了洛阳宫以后，见到刘秀，当时又是怎样一副情景呢？他看到刘秀啊，在宣德殿南庑下，但折坐营笑，非常的简单，不仅没有体现帝王威严的仪仗卫士，刘秀的装束也非常简单，只不过是用浙金。 把头发包起来啊！你不能这个头发老散乱的见客人，这个不行，对吧？用折巾把头发包起来，如此而已。就坐在那儿等着马援进来，笑脸相迎。那么这个马援进来以后啊，还跟他开玩笑。刘秀就对这个马援说啊：“卿遨游二帝间，今见卿，使人大惭。”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说你很逍遥啊，很自在啊，游走在两个皇帝之间。 今天看到你，让我觉得很惭愧。为什么惭愧呢？哎，我想啊，应该是这么来理解啊。那你说，你看，哎，你马原，你刚从公孙述那儿来嘛，对吧？公孙述也是皇帝嘛。你看，哎呀，本来我还把那个茬给忘了啊。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皇帝存在。你一来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原来这天下不止我一个皇帝，还有另外一个皇帝啊。所以让我很惭愧啊。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。 但是呢，你看一下子让当时这个会见的气氛就变得非常的轻松，让马原啊感觉不到任何的压力，并不像见公孙述那么累啊。你看这么隆重的礼仪，你得始终得端着啊，对不对？见公孙述的时候不轻松，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啊。马原他跟公孙述是老朋友，老朋友见面他感觉不轻松，因为公孙述太端着。 他跟刘秀以前从来没见过，根本不认识，相见以后呢，却是如此融洽，如此轻松，哎，这个落差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，让马援觉得，哎，刘秀这个人好打交道。当然啦，刘秀刚才那句话其实也是有弦外之音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我知道，其实你啊也在观望选择，啊，你先到公孙述那儿，然后再到我这儿，说明你在判断吗？你在选择吗？ 你并不是一开始就认准了我就到我这儿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你想的怎么样了？选择的怎么样了？有没有结论啊？哈、啊，言外之音是这个。马云当然很聪明啊，啊，马上就听出刘秀这个弦外之音了。于是啊，他就回答道：“当今之事，非但君则臣，臣亦则君矣。臣与公孙述同宪少相善，臣前至蜀，树。 必己而后进臣，臣今远来，陛下何之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落势？首先啊，马原陈述了一番啊，自己有所选择的一个理由，这是合理的。啊，为什么、啊？天下未定啊，不仅仅是一个贤明的君主要选择能干的大臣、忠良的大臣，你作为一个大臣来说，他也要选择啊。 啊，也要选择一个真正贤明的君主啊！万一要选错了呢？所以要比较，要观察，要慎重，这是合理的。那接下来呢？马原他又叙述了一个观察之后的一个感想，把刘秀和公孙述做了一个比较。他说：“我和公孙述啊，哎呀，老朋友啦。结果我一去呢，这么生分啊，搞得这个彼此之间啊，隔阂很大，距离很大。但是我现在来见你呀、啊。” 你以后，你以前从来没见过我，就怎么随随便便让我进来了？哎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刺客呢？万一我要是刺客怎么办？啊，你这么简单的就放我进来了，而且没有任何的保护防卫工作，连个保安都没有，对吧？刘秀听完之后哈哈大笑，他说：“我看你呀、啊，不是刺客啊，你是个说客。”哈哈，刘秀啊，这么一番真诚相待的气度，最后彻底的让马援折服了，马援。 最后就对刘秀说：“今见陛下恢阔大度，同服高祖，乃至帝王自有真也。”大家注意最后一句话，“乃至帝王自有真也”，意思就是承认刘秀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。为什么？有气度，有包容度，待人又谦和，这是一个真正成大事的一个帝王之相啊！所以你看。 啊，这里刘秀啊，首先他所体现出来的待人的诚心跟真诚，跟之前呐、啊、降服铜马军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第二点，这里还表现出刘秀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谦和，待人谦和啊，不要老是自己高高在上啊。你再有成就的人，你，在这个待人的时候，尤其是在对待这些有才华的啊、有名望的。 这些天下之事的时候，你要放下自己的架子。这是刘秀和公孙素的区别。虽然说真诚和谦和让刘秀赢得了很多的人才，可是天下之大，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愿意为刘秀效力。尤其是刘秀登上皇位以后，也遇到了一些不愿意为他效力的能人贤士。那么遇到这样的人。 刘秀又会如何应对呢？请继续收看《江鹏品读资治通鉴》第三部第三集《光武帝待人》。再讲第三个故事：包容。刘秀称帝以后不久啊，那就试图广揽天下贤士啊，啊，天下的贤士、有才能的人、有品德的人啊，不少啊。作为一个皇帝来说，总要尽量的把这些贤士纳入到自己的这个朝廷上来。 于是啊，就发生这么一件事情。在建武五年，也就是公元二十九年的时候，招征处士太原周党、会稽严光等至京师，党入见，服而不厌自成怨首所至。所谓的处事啊，就是有能力做官却没有或者不愿意做官的人。当然，一般很多，绝大多数都是读书人了啊。所谓的士人。 那当时所征召的处师当中呢，有两个名人啊，一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这儿讲的周党，另外一个也非常有名叫严光啊。以前这个周党呢原籍是太原人，严光呢是会稽人。会稽啊就是今天浙江的绍兴和宁波北部一带啊。这两个人到了洛阳以后，都有一点故事啊，发生了一点状况。那么咱们今天这里呢就单讲这个周党。古文中有一个词叫“福业。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啊，你夜见尊者的时候，尊者、长者、长辈，或者是啊，这个地位比你高的人，你像这里周党是见见皇帝啊，当然也是尊者。你见尊者的时候要伏地而通名，伏在地上自报姓名，表示禀报觐见这样的一个意思。但是这个周党见到。 光武帝的时候啊，伏而不业，什么意思呢？虽然伏在地上，但是没有自通姓命，就是表示啊，今天啊不是来夜见你的，不是我非要来见你，这么一个意思。而且啊，周党讲的很直白，他希望继续过自己的隐居生活，不想当官儿，希望皇帝能够成全他。那么，这个周党伏而不业的这个举动，当然是对尊者的不敬啦、啊。 尤其是在皇帝面前，你看皇帝给你官儿当，你还不想啊？多少人想求都求不到啊！你这个也太不识抬举了吧，是吧？于是呢，有一位名叫范生的博士啊，大家注意啊，汉代的博士跟我们今天的博士不一样啊。汉代的博士，一个他是政府的顾问官，一个呢是教育啊，教育官，负责这个提供政策咨询啊，啊，负责这个文官教育啊，他是这方面的功能啊。 有位博士叫范生啊，范生范博士。这位范博士呢，看着他就不舒服啊，觉得周党这样啊，太藐视皇帝了，太藐视朝廷了。于是他就启奏这个光武帝，他说：“福建太原周党，东海王良、山阳王臣等，蒙受厚恩，使者三聘，乃肯就车，即必见帝庭，党不以礼屈，服而不业。 严简交汉，同时俱是，党等,等文不能演义，武不能死君，调采华明，书积三公之位，臣愿与坐云台之下，考试图国之道，不如臣言，服虚妄之罪，尔敢私窃虚名，夸上求高，皆大不敬，范生批评，文啊，文不能演义，武不能死君。 啊，这个演绎指的是什么呢？演绎指的就是阐述、发挥儒家经典的精义。吾不能死君啊，这个大家这个字面意思很明白啊，大家能够理解。这位范博士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人我觉得这些人也没什么特殊的本事嘛，啊，然后到这儿来端架子、摆架子，朝廷给予他们这么高的礼遇啊，扭扭捏捏的不肯顺从，在拜见皇帝的时候俯而不厌，如此傲慢无礼。范成就说啊。 依我看，这些啊都是哗众取宠、沽名钓誉之辈，不见得有真才实学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啊，这位范博士说：“我愿意跟他们比试比试，比试什么呢？跟他们辩论治国的大道。如果说我辩论输了，那是我不对啊，我甘愿服罪；如果他们要是辩论输了，那就是要论他们对皇帝大不敬的罪名。啊，那在古代对皇帝大不敬，那是大罪名啊。” 接到范升的奏议之后呢，这个光武皇帝刘秀啊，他是什么反应呢？书奏，诏曰：自古明王圣祖，必有不兵之时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，太原周党不受正禄，亦各有志焉。其赐伯四十匹，罢之。刘秀说啊，哎呀，范博士啊，你火气不要这么大嘛，这有什么好介意的呢？ 不必这么计较了。古代的明王圣祖啊，都有一些不给他们面子的这个名士。正是因为能够包容这样的名士，才更加能够体现出这些明王圣祖的品德嘛，高尚的品德。比如说啊，刘秀在这里说，商周之际啊，有两位名士是兄弟俩，哥哥叫伯夷，弟弟叫叔齐啊，两位贤人。 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啊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表示对周武王支持，因为都觉得商王啊这个纣啊非常残暴，支持他去讨伐这个残暴的纣王，唯独只有这兄弟俩拦住周武王的码头，说：“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因为毕竟现在纣王还是王啊，还是君啊，你这个现在去讨伐他是以臣罚君，这是叛乱，是不对的。” 周王呢，当然没有，也没有听他们的，继续去讨伐纣王。但是呢，也没有拿他们怎么样，并没有因为他们提了不同的意见，而对他们怎么样，没有。等到周武王伐纣成功了，周朝建立了，伯夷叔齐兄弟俩呢就隐居在首阳山，亦不食周粟，就是不吃你周朝的饭，认为你这么做是不对的。后来兄弟两个就饿死在首阳山上。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，在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里面就有所记载。刘秀在这里面啊，用了这么一个典故，就把周党这一类的名士啊，比喻作伯夷、叔齐，持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是为人呢、啊，自身呢、啊，非常的高洁，有值得别人尊重的地方。你不要看他这么傲慢，在皇帝面前傲慢的起来，哎，那也是腰杆子很硬啊，啊，也是值得。 让人这个刮目相看，令人尊重啊！刘秀说啊，对这样的持异议的啊，持不同意见的人，你要表示尊重，要有包容的心态。当然，这里了，刘秀一个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他把周党比喻作伯夷叔齐，当然是把他们捧得非常高了。那、啊、把周党这样的人捧得非常高。但是你看，这里这个案底里，刘秀他其实也是把自己比作周武王啊，啊，这个自视也不低。 那么不仅啊，刘秀没有接纳范生的意见，没有让他们辨认，也没有处置这个周党，没有责怪他，没有计较他，反而啊赐了周党这些人四十匹帛，把他们送回到故乡，送回到原籍去。这件事啊，我们看刘秀处理的非常漂亮，体现出了一位君主应有的气度，对于持不同意见的。 此异议者的一种包容，非常好的一种帝王素质。刘秀待人真诚、谦和、宽容的态度，使他麾下谋臣如云、将士如雨。如此众多的文臣贤才投奔他、拥戴他，何愁大事不成？也正因为如此，起初并不起眼的刘秀，能于新莽末期群雄逐鹿的乱局中笑到最后。然而，人无完人。 刘秀晚年时也曾犯过一个错误，成为他生命当中一个污点。儒家的经典里面有一句名言，叫做“米不有出，显客有终”，这是《诗经·大雅》里面的一句，感慨人们做事情啊，往往啊有始无终，都有开头，却很少能够有结尾啊。或者说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大家都是非常努力。 有很少有人啊，努力坚持到最后，坚持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你看，我们前面介绍了光武帝，作为一位帝王，作为一位领袖，他在待人上有这么明显的优点。但是，即便贤明，像光武帝刘秀这样，也很难把这些优秀的品德保持到最后。在光武帝的后期，当他的统治比较巩固了。 焦躁的情绪也日益的开始显现出来了，所以他也，刘秀所犯的这个错误呢，和当时一位叫韩兴的大臣有关。刘秀还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，这个韩兴啊就已经归顺了他。等到东汉建立以后呢，韩兴啊就做了一个啊地位比较高的官员。从建武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的三十七年开始，韩兴呢、啊、就担任朝廷的大司徒。 啊，这是三公之一啊，地位是非常高的。但是过了两年之后啊，韩信却被罢免了。为什么被罢免呢？《资治通鉴》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话，他说：“心好直言，无隐晦，地美不能容。心于上前，正遂将击凶指天画地，言甚刚切，故坐免归田里。” 韩信有一个性格特点，韩信他这个性格什么特点呢？就是喜欢实话实说，而且往往讲话非常的直白，非常的坦率，直来直去，不转弯，毫无隐晦。在皇帝面前也是这样。那么我们前面讲刘秀刚开始做皇帝的时候，能够包容那些天下名士，但是，在后来啊，你像跟韩信这样的一种。 高级官员面对面的讨论问题的时候，啊，碰到这么直白的、这么坦率的一个人，刘秀就不太适应，也不太喜欢。对于这样的性格，有一次啊，韩信在刘秀面前陈述一个观点，他讲一个什么事情呢？他预测啊，来年的农业收成可能会不好，可能会有饥荒的情况出现。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，指天画地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指手画脚啊。 啊，这个言辞呢非常的激烈，啊，非常的这个倔强，这个性格啊，拼命就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跟皇帝争执。这个闹得刘秀感觉非常不好，很不开心啊，觉得一个大臣老是在自己面前这样，在自己作为皇帝也不太有面子，于是就把韩信罢免了。但是这个故事啊到这里并没有结束，资治通鉴接下来又说了，他说，帝。 犹不是，复遣使宣招责之。心及子婴皆自杀。罢免了韩信之后啊，刘秀还是感觉不痛快，继续派这个使者前去宣召啊，把自己的这个口讯带给这个韩信，就责备这个韩信，非常严厉的责备韩信。当然，责备的主要内容就是说，韩信你在皇帝面前讲话没有分寸，没有仪态啊啊，这样的责备呀、啊。 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。韩信是一个非常刚强、非常刚烈的人呐，啊，是受不得半点委屈、半点屈辱的。他认为自己是为百姓好啊，就是在面在你面前啊讲有可能会有饥荒，让你早做准备，无非就是这样吗？惹得你不开心，罢了官也就是啦，你还要追着来责备我，一怒之下，负气之下，韩信自杀了，而且呢。 不仅他自己自杀，他这个儿子啊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也可能是怕事情吧，啊，也可能是觉得这个啊，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吧，也跟着他的爸爸一起自杀了。韩信之死在舆论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。史书上说道，心素有重名，死非其罪，众多不厌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。”人心啊，总是公平的。 你做一个个体来说啊，当然趋炎附势的这样的人呐、啊，他是存在的。但是在整体上来讲，人心啊，总是公平的啊，舆论也是公平的，并不会因为某个人他特别有权势，就会倒向谁。所以当时韩信一死以后，舆论马上就开始对刘秀有所批评、有所指责，就是认为韩信这么样一个。 敢说实话啊，敢直言的这个大臣，而且平时威望又这么高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刘秀对这个事情负有很大的责任。作为大臣来说，敢于说实话，那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啊。怕的就是一个大臣唯唯诺诺,诺，没有担当，那不是国家的福利、啊。像韩信这样的大臣，才是一个国家的福利啊啊，居然就这样在刘秀的这个逼迫下面自杀了。 所以大家都觉得啊，当时的舆论觉得韩信是非其罪，对光武帝表示有一种不服或者说是谴责。这样的舆论风向呢，啊，最后迫使光武帝不得不做出一种姿态，给韩家赐了很多钱谷啊，然后用比较高的规格、比较高的礼遇把韩信给安葬了。虽然光武帝是这么做了，但是光武帝呀、啊，他在这里所犯的这个错误。 在他一生当中，这个瑕疵啊，就这么被史学家记录下来，那是再也抹不掉了，啊，因为自己的义气逼死了这么一位栋梁之臣，啊，非常忠诚的、非常敢说话的大臣，成为他品德上的一个瑕疵。司马光啊，在《资治通鉴》当中，针对这么一件事情，专门有一个评论。司马光说：“昔高宗命月曰。” 若要福敏炫，绝极福抽，夫切职之言，非人臣之利，乃国家之福也。是以人君日夜求之，唯惧弗得闻。惜乎以光武之事而寒心用子直谏死，岂不为人民之泪哉？司马光引用了儒家经典《尚书》里面的一句话。 若药服闽旋绝疾福州。非常的拗口，非常的这个声色念起来，换成我们今天的话，或者说是大家比较能够容易理解的话来说，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“良药苦口利于病”的意思。如果说你一种药啊，它这个药效不能够让人啊。 哎呀，苦涩到令人耳目昏花，说明这个药效不好。和这个“良药苦口利于病”所相对的另外一句话，就是“忠言逆耳利于行”啊。忠言，这些坦率的话，有用的话，往往不中听。但是呢，这些让人听起来不舒服的话，可能恰恰是有助于我们改正错误的。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行动的。司马光说：“敢于说实话的这个大臣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福利是财宝啊！唯恐没有这样的大臣，为什么？因为说实话你很容易得罪人呐、啊，得罪皇帝得罪权贵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暗地里给你来一下子啊，打击报复你。所以明哲保身的大臣多啊，唯唯诺诺的大臣多啊，敢于担当敢于说话的大臣少啊。” 一个国家，你要健康的发展，就是需要像韩信这样的大臣，不顾自己的安危，敢于把真话讲出来。所以司马光，他这个刚才这段引文里面，他讲啊，他说：“非人臣之力，乃国家之福。”对于这个大臣本身来说，不见得是件好事情。你看韩信，他就受到打击了，受到迫害了，把命也搭上了。但是这对国家来说是件好事情，应该要有，鼓励要有这样的大臣。 所以司马光说，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，总是要孜孜以求的啊，日夜不倦的去寻找这样的大臣，寻找这样直白的意见，唯恐听不到。哪能像光武帝你现在这样啊？啊，听到了拒绝，不仅拒绝，还要迫害人家。对于光武帝整个的一生啊，我们如果去看《资治通鉴》的话，你会发现，整体上来说，司马光对光武帝刘秀的评价还不错。 但是在这个地方，司马光就说了这件事情是刘秀的人民之泪，是一个人君，是一个明君。但是这里这件事情上就是他一个瑕疵。所以啊，古代的君王啊，古代的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啊，都惧怕史家，唯恐身后留下恶名。那么你生前啊就应该要做好，哈哈，时时要注意。 啊，所以，我们今天所讲的四个故事，前三个故事，诚如司马光所说，体现了光武帝人和民的这么一面啊。作为一个优秀的帝王，能够真诚的待人、谦和的待人，能够包容不同意见的人。但是呢，在他后期事业稳定的时候，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，没有把这些优秀的品德延续到最后。 巨谏，听不进不同的意见，乃至于迫害死了一位敢说话的这样一位栋梁之臣，成为他生命当中、他事业当中的一个污点。这就是我们的这一讲啊，光武帝代人，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